好，9:31最新的消息，带你来关心国家安全会议呢。秘书长呢，金溥聪是总统马英九之前上任以来第四任的这个国安会秘书长。而总统府呢，公布了总统令，就是驻美大使金溥聪将在25号正式接掌国安会的这个秘书长。而目前呢，金溥聪的遗缺将会由驻英大使沈履洵来接任。